饮水过后要注意的是环境的问题。鹿港镇公所为了维护居民的环境卫生，四号早起开始针对饮水的所在进行消毒作业，避免产生蚊虫、恶臭种种的问题。工作人员真详细来对整个环境进行消毒。为着维护民众的环境卫生，鹿港镇公所从四号开始，针对日前淹水的所在进行全面的消毒。之前咱鹿港真侪所在都淹水吼，尤其是咱老家吼淹水真严重。那昨昏吼，大家从内底真侪物件从包包出来，咱直接对渡过来收。今仔日特别吼，咱直接对这个消毒的吼过来这边做消毒，因为淹水过吼，到时吼若讲日头佫出来。会惊生一寡变霉蚊，所以咱今日做消毒是全面性，包括咱老家，啊，佮因为咱即个鹿港啊，真侪所在都淹着水吼，啊，像咱中山路啊，咱复兴路啊，以及咱天后宫、龙山寺，真侪所在都淹着水。咱只要淹水的所在，咱将会做一遍全面的即个消毒。啊，而且吼，只要旅长有来即个台湾饭店，咱将会过来消毒。最主要是要维护即个淹水了后的即、這个。所在的这个清洁吼，啊，甲咱这个卫生的问题，所以咱公所配合咱所有里长来做这个消毒的工作。镇长表示，规个消毒的工作除了有饮水的地区外，各里的里长嘛会使依状况来申请，公所嘛将会派员前往消毒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鹿港采访报道。